第一次知道人会死，是在我父亲的葬礼上。父亲有九个兄弟姐妹，生了四十几个子女，所以那天我见到了数不清的亲戚。给父亲上完香，回头看见一张张相同模子刻出来的脸，差点笑出声，但赶紧憋住了。再小的年纪也终究知道，在别人哭的时候笑是不对的。自那以后，我每逢上街总会打量陌生人，猜那些跟他们容貌相似的人都去了哪里。人们拼命繁衍，随后天各一方，最终又以血缘作为凭据，在葬礼上重聚。多神奇呀！即便与外人结婚，混了不同的血，却总抹不掉一家人原本的样子。你就是病人的紧急联系人吧？我是。奶奶怎么样？刚从 ICU 里面转出来，情况还算稳定，一会儿再做几个检查，观察24小时之后我们再聊。辛苦了。应该的，进去看看吧。妈，你醒醒！妈，你醒醒！爸，爸，妈，家属不能进，家属不能进。爸，出去！你们一定要救活我妈！妈，你要坚强，我就在这守着你。你告诉我，我
他为什么今天突然就不行了？他只是普通的心脏病，不是吗？这位家属，你就已经进去了，你放心，手术室里是我们医院最专业的医生，好吗？你放心去。什么叫专业？你知不知道，我爸半年前就没下得了你们的手术台？哎，你冷静点好不好？我没有，你这么调戏我，你冷静点。我，你说话！我告诉你啊，你们谁也别想欺负我。坐，放开，冷静点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妈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绝对跟你们没完。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吗？我跟你说话呢。方医生，没事吧？我扶你。苏伟，你清醒点儿。海龙，我爸没了，我真的不能再没有妈了。我求你，你帮我求求他们，救救我妈，啊！我求你了，求我，求妈。咱家吃饺子次数也太频繁了，做一顿动一顿，吃一年。给什么吃什么是为人儿女的基本礼貌。我哥倒是礼貌了哈，出工不出力。你别又挑拨离间啊，我和你哥轮番陪陈奶奶，她只能抽空干点自己的事儿，全靠艺术解压了。麦冬怎么样？说林奶奶基本稳定，但是麦冬肯定很难熬，每天都惶惶不可终日的。哎呀，这孩子太善良，这关不好过。东哥是每天经历生死的人，是不是应该比咱们强啊？那都是瞎说，他以前都是料理别人的事儿，这等着送走跟他亲奶奶一样的人，那能比啊？但是他别的事儿也不让我伸手，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力的哄陈奶奶开心，还好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哎呀，你们那真是不知道是聪明还是傻，半辈子的老姐妹突然连个视频都不打一个，那陈奶奶能没感觉？可是我觉得奶奶的状态还行啊，看着挺开心的。那是当着你们，兴许你们觉得是在保护她，可老太太是在保护你们呢。你知道吗？自从我爸走了之后，我妈就一直缓不过来。我好不容易想当回孝子，安排我妈出去旅游一次，她高兴的呀，恨不得提前一个月就欢天喜地的准备，还到处跟人说托儿子的福，奢侈一把。而临要上飞机了，心脏病突然发了。可是我这当儿子从来都不知道他有这个病，我妈在医院这么长时间从来都不让人操心。他一直特别刚强，那主治大夫都说各项指数越来越好了。可今天不知道突然就不行。医院都还没有放弃救治，你怎么能先颓了呢？你知道吗？我多想替我妈躺在那儿。从小到大，我没让他们省过一天心。你说他们把我生活这么皮实，有他妈什么用？该死的人难道不应该是我吗？不应该是我吗？啊！
既然你父母给了你一副百毒不侵的身子，你就不要辜负他们。等过了这关，你出门还是横着走，想跟我打架，我都陪着你。搁这儿了啊，那个以后有什么体力活随时喊我啊。谢谢你啊。奶奶，你都跑这儿来了，离家那么远，水放了就可以走了。去，不是庄杰刚才还给我打电话找您呢，你躲这儿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去去去去去。不是，你之前不是瞧不上进村这帮老太太，话那么多，走。陈麦冬，你都好几天没理我了，你是不是特别忙啊？我们都很惦记你，你还好吗？吃得好吗？有时间睡觉吗？你怎么又跟机关枪似的？我还行。你们还好吗？都好，我和庄爷每天轮班去探望奶奶。你们受累了。别说这些没用的，要点干货。挺想你的。我也想你，你得好好的。林奶奶那边有进展吗？我们是不是该做准备了？准备什么呢？什么样的准备才是对的呢？陈麦冬，李奶奶能坚持到今天已经是奇迹了。高龄的手术患者如果真走到抢救那一步，就得把气管切开穿刺，用升压药安置有创呼吸机，胸外心脏按压，每一项都很痛苦。听懂了。真的不需要我去陪你吗？不用，你照顾好奶奶。里边找我，我先回去了。喂，你确定吗？又去了，行行行，我现在过去，你把定位发我啊，十分钟。奶奶，感觉还行吗？你这技术不行，还有谁行啊？还是跟自己的工作不太一样，没什么自信。我活着就能享受你的服务，真是荣幸啊。瞧您说的，只要你快好起来，您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冬子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奶奶，这种话您不许再说了。我真没想到，领导了，身边还能有个亲人。不是您让我瞒着大家的吗？只要您肯说句话，咱镇啊不都是您的亲人吗？是啊，很幸福了，邓子。
我这辈子啊，没有遗憾，但也不影响我羡慕你和小杰呀。你们一定要好好的，你奶奶剩下的日子就不会再有遗憾了。奶奶，我知道了，我先去收拾一下，一会儿回来继续听您讲。您倒是挺惬意啊，整天神神秘秘的，都找不见人。怎么追到这儿了？我必须得来看看你在神秘什么呢，回头跟你孙子报备。别跟董子说。那您跟我说。小姐啊，你看这像不像林奶奶家？像，但不是。林奶奶的一切都无可替代。是啊，可就这么独一份的林妹妹，终究是要抛下，自己先走。奶奶，您别瞎想。小姐，人老了，天然的就会有一种未卜先知的能耐。我最近跟着同龄的人就在这儿观摩，像进村的老人家过了70岁，每天最重要的功课不再是忙生活，而是等着走了。他们的心中有神明，相信在神明的注视下灵魂才能升天。他们怕死在自己的屋子外头，又不能在自己的房间，这灵感一来啊，就把床搬到厅堂，等到最后一声令下，就算完成终极大考了。我不喜欢这种习俗，人活在这世上每一天都应该好好活着。到了我们这个岁数，已经没有力气跟老天爷打架了。死掉的人没有一个回来的，谁也不知道那边是什么样子。离得越近就越害怕。行李接呀，行李在里面。来了，王医生，这是最新的行李。好，我看。结婚到现在有多久了？病人现在昏迷指数3，脉搏40，瞳孔扩散。这些指标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向家属宣布了。宣布什么？喂，我是。宣布什么？脑死。可是仪器上还有呼吸和心跳。生命维持系统不代表生命本身，机器一旦停止，生命体征就终止了。啊，知道了，谢谢啊。
奶奶，小姐啊，脑死是什么呀？林奶奶说是要等到医院最后通知的时候，我才能打开这封信。可你说脑死就到头了吗？这脑子死了，人不还在吗？我们再救救林妹妹，再救救林妹妹好不好啊？啊！林奶奶嘱咐过，真要没机会，不要想救。但我还是下不了决心。你能再给点专业的意见吗？当治疗也没有意义的时候，就不存在专业的意见了。奶奶，所有做脑手术的医生，每天都在保住病人的生命还是个性之中备受煎熬。比如，要不要冒着丧失视力的风险去排除他的脑出血？要不要以丧失右手行动力为代价去停止病人不间断的抽搐？再或者，你明明知道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人，他再也回不去以前的样子了，甚至丧失了基本的尊严，还要抢救。你应该很清楚，永远没有最好的选择。林奶奶的，最想要的就是尊严。素怡奶奶，林奶奶体面了一辈子了。我们就给她留下最后这份尊严。讲你也不听，年纪大了，能把自己照顾好就不错了。那什么阿猫啊、阿狗啊，那些兔子那个，你别接了。这只老猫也没几天吧，老齐家养了它十几年，就像家人一样，怎么忍心看着它咽下最后一口气呢？眼睁睁地看着它掉毛，尾巴都细了，难过。总得找一个人给他善终吧。所以我就不爱养这些活物，好模好样的时候吧，他不搭理你，真要死了，难受好几天。这人呐，跟动物一样，总有离开的那一天的。真到了那个时候，就多想想相互搭伴儿、彼此善待的日子，也就不会太伤心了。
我呀，很早就知道，自己走的那一天，不会有什么承欢膝下、亲人满堂了。但因为这条路是自己选的，倒也从没后悔过。这人世间，我无牵无挂，只是放心不下你，所以早早地写了这封信。你得答应我，直到医院最后通知的那一天，才能打开它。死者为大，你得听我的话。你没蒙我啊，这真是我的幸运色。你以后啊，天天带着，今年准保你有好事儿。每个人的故事，都可能有无数种结局。无论哪一种，都没关系。如果你去问那些已经死掉的人，对自己的死法满不满意，我猜，可能大多数人都想更改结局。但我总觉得，不管死法是什么，死了就是死了，有什么可挣扎的呢？我这一辈子大部分的时间都能做自己的主，到死也是，所以我挺满意自己的结局，也请你不要为我遗憾。我走的第一周，你可能会接几个问候的电话，见几个悼念的访客，你别不耐烦，得允许别人关心你、念叨。天下雨就撑把伞，出太阳就晒晒被子，来什么接什么都得高高兴兴的。你说这时间过多快啊！咱俩那是小手拉小手，到现在老手拉老手了。干什么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林奶奶没了。你看家，等你哥回来，不许哭，跟我走。丧亲之痛，总会让人在某一刻无比绝望，觉得未来只剩下无边的孤独和悲伤在等着你。但这不是真的，时间会治愈一切。你来啦，正好尝尝我新学的咖啡果冻。你照片挂这儿，真搞不懂，好好一个男的非得穿成这样。你的眼睛别往不该看的地方看，就尴尬不着你了。现在怎么舍得送我了？都是你平时叨叨的，你喜欢都归你了。我最喜欢你拾到屋子了，我肯定会捡到很多好东西啊。我走的第二周，你要出门走走，跟身边的人多聊聊天，聊些跟死没有关系的话题，不要一个人苦撑。奶奶，
大爷，我天天从这走啊，你总不能过呢。禁止同行，不是，绕一圈要走多走两小时。你说这，我这禁止同行。你这那是老的事儿。是，你说这，哥，其他蛾子，来，蛾子快回来，你不许这蛾吵，你也不能进。大爷，我的鹅被你轰对面去了。哪只是你的鹅呀？不都一样吗？就那只很特别的。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、啊。哎呀，不就一只鹅吗？过两天在鹅场买去。您根本就不懂，祭山蛾子它不是普通的家禽，它是世界上最与众不同的鹅。有什么新鲜的呀？公鸡、土狗、大白鹅，就是村里的恶霸，你不吃它，它就咬你，什么用都没有。你还我鹅！祭山蛾子，快回来，快回来！你得接受生死有命，世事无常。追不上的就放下，不许哭。如果你实在难受，就学着深呼吸吧。秦学之家属，告知你一声啊，现在手术过半，还比较顺利。大夫，谢谢啊，辛苦你们了。应该的。我们现在的手术方案虽然很考验技术，但如果成功，会减少术后出血，提高远端甲腔闭合率。你妈妈才64，还年轻呢，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。谢谢。我一直觉得咱们女人呢，是这个世界上最坚强的生物。世上的每个家庭之所以能维系，大多要靠女人的坚韧。女人为台，才形成了矢子。所以老姐姐，我相信你肯定能熬过我不在的日子，而我呢，也希望你真心地对我说一句：林妹妹，你这一辈子干得漂亮。你和我都是历经世事的成熟老太太了，应该明白受伤历劫原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。你也不是唯一感到悲伤和痛苦的人，更不是世上最悲惨的人。说到受苦，很多人随随便便就能超过你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每个人也都不是独自在承受苦难。你要对自己更好一点，穿干净的衣服，吃热气腾腾的饭菜，其他的就没什么可嘱咐的了。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，所以就这样吧，陈老太太，我们天上见。妈，咱真的不去找祭山蛾子了？不找，强扭的瓜不甜。妈，陈奶奶不陪着能行吗？陈麦冬也不在家，我实在是不放心。要陪也不是这会儿，你就让他在林奶奶家静静。妈，我知道你最烦我多愁善感，可是人为什么总要承受这些呢？哎呀，你们呐，平时就会纸上谈兵，真遇到事儿一点主张都没有。张杰，你别低估你陈奶奶，
他跟你姥爷是同辈人，那他们那一辈子顶你们十辈子，刀山火海都能翻过去。虽然以现在的眼光看，你姥爷他不是个好爷。我跟你舅舅从小就被他教育，识字明理就行，不用往深了读书，哪怕世道再变，先活下来最重要。他养的小孩那不听话就打，说是把身上的反骨打回去，在社会上才好生存。你说要搁现在，你们谁受得了这个？但在那会儿，这就叫智慧。等到了我这辈儿，也不关心任何不切实际的东西。然后我就结婚生孩子了，眼看着国家一天天的变好了，强大了，温饱不愁了，嘿，最难的竟然变成教养你们。因为你姥爷那套我用不上了，你们张口闭口的就是什么自由平等，关注的全是天南海北的大事儿，议论的也全是我听不明白的新鲜玩意儿。这原本是好事儿啊，说明你们的日子比我强，是吧？视野比我们宽，但是咱不能只考虑远的不管眼前的吧。咱不说别的，咱就说哪天我没了，你们仨别说这卤鸡了，就这萝卜干咸菜你们仨都吃不上。人呐，嘿，生老病死来什么就接什么，懂得再多不如自己经历一道，谁都逃不掉了。这种天气真是放风筝的好日子，如果何叔还在，风筝大赛他肯定是第一名。可惜这世上没有如果，何叔、林奶奶都只能活在我们心里。姐，东哥快回了吧？啊，就这两天。我昨天晚上听见你跟西夏姐打电话了，你是要回上海了是吗？我从来没说过我不回上海。那东哥怎么办啊？你就不问问你姐工作怎么办？在我心里，事业远没有感情重要。爹，你这发言放网上会被称为恋爱脑或者婚驴。谁管那些键盘侠们怎么说呀？我只在乎你和东哥。没人比我更在乎陈麦兜，但是你姐也不只是个销售。正因为我是残疾人，所以我比别人更懂得医疗科技如何改变命运。你前几天不是在网上看见一个国外的文献吗？上面怎么形容呼吸机的？呼吸机重新定义了生命的终点。没错，所有生意的背后都可以有温度。我追求的不只是钱，而是希望这世上有如果。如果医疗科技再发达点儿，如果国产仪器再普及点儿，别人家的何叔、林奶奶或许就有机会活下来，懂吗？放风筝吧。林娘娘，我放风筝了，爱来了。我们把风筝放得高高的，我爸和林奶奶他们肯定看得见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听说你妈妈的手术挺成功的。是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人家大夫好了。人家也不图你的感谢，别再对人家挥拳就行了。你就别再丧了。今天我打架这事儿啊，戒了。那最开心的应该是你妈妈，她的福气啊。
还在后头呢，别送了，回去吧。冬子，你还好吗？感觉你这些天都没怎么睡觉。怎么说呢？今天早上还有点恍神。原来作为家属，料理完所有的后事，是这么个心情。咱们也老大不小了，有些事儿迟早的。这些年一直在料理别人，以为自己挺强大，真落到自己身上，还是不太行。你奶奶呢？还扛得住吗？我也是没想到，她比我坚强，还反过来安慰我。那就好，你们一定多保重。你也是。哎，听人说你是殡仪馆的。是。请问有什么事儿吗？换个地儿谈谈行吗？我可以付费。行。最好的。